妈还是肚子真多。太好吃了。我订的是不辣的，我怕我回家吃不了。给点辣椒。嗯。配点爆下饭的烧椒酱，一点也不咸啊，老下饭了。嗯，这个适合夹馒头。妈妈看。嗯。我感觉我就大米饭配辣椒都行。我不想吃，我想吃点菜。少哈。嗯，我觉得菜比这个肉好吃。嗯，这酱老下饭了，一点也不咸。这土豆好吃哈。嗯，没有菜。嗯，他这有没有甜菜锅？那这麻辣香锅。到哪儿了？这个。嗯。还有肚子。吃饱了。这酱主要配馒头啊，配馒头，你们爱吃饼爱吃馒头一夹。夹馒头里头吃的，好吃吗？嗯。太油了，对，来两个土豆。妈妈，你为什么老是怕厚实啊？